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 今天继续我们的瘟疫传说无罪啦。上一集啊，我们成功的从这个神父的帮忙离开了这个教堂，然后呢，很遗憾我们神父死去了那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赶快找到我们这个劳伦提斯的农场神父死前呢，告诉我们劳伦提斯的农场呢能够找到劳伦提斯然后再讲废话。总而言之呢，就前去看看想办法来治一下我们这个小男孩的病劳伦提斯 farm？ 哎，劳伦提斯农场。哎，我从来没有看见真正的风车。总之我们小心一点。现在天气，你看现在气色也是昏暗的那可能这些什么黑死病的老鼠，可能就会准备冲出来了。我们也必须要赶紧赶快找个地方度过一个夜晚，这样子。之前袭击房子的那些家伙死去了。这个是没能逃出魔爪，直接被啃食被吃掉这么可怜。有人大概这样过。Check it out！ 他们那些家伙居然还在？不对啊，这个家伙不动啊，他应该会发现我吧 ？No， nothing there. All right, back to you. 没有用啊 ！Forget it. Why？ 这个怎么办啊？丢？这就奇怪了刚刚那个这个不过来，然后现在这个走过去了。Hello， 没事儿。哇，真的是超级选择性眼馋呢。刚好石头快用完了，尴尬了。So someone's looking for trouble.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I could have sworn it came from over there.哇！啊！死去！当然是等他调查完毕回头的时候再往前走嘛，是不是？都已经想好了，我就是如此这般的聪明。快点，回头是岸，大哥。Nothing。对，快回头。你老婆在你后面非常的火，对，就是这样子。我先走了，快点，好，没事，过了。这个要怎么办？米西亚 ，I don't have a choice， 别无选择。我真把他杀了吗？废物，叫你拍。这种没有戴头盔的，就直接用石头把他打死就好了，省得在那边浪费时间。搜刮一下，哎呦，还真的可以搜刮，搜刮到酒精。喝酒喝起来。这边有两个路障挡住了。这边有东西可以捡。捡起来，捡起来。没事啊。No！ 我们要死啦！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别！躲猫猫时间。小废物。哎呦，听说你很强。听说你很强，是不是？蹲！算了，我有点想要自杀了。他捏捏的，他上面有一个锁，到底是能不能够解开啊？蛮好奇的。干，这也太好笑了吧！哇塞！我就这样子很顺势的就走过去捡，然后他没有发现我这样子，没问题。
我们被困住了。There's a hole in the wall. 墙上有一个洞。You'll have to go in and open the window for me. They'll see me. I'll keep him busy. Trust me. 嗯哼。What was that noise? 好，我们按 Q 冲过去。G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快点，快点！ Well, it was nothing. 我是不是也要过去啊？ Yes, now it's my turn. 再一次。The second time. 呵呵。第二次了，我得去看看。哇，他还会知道已经第几次了？等一下会不会一直不断轮回？第999次，我还是得去看看。Lucia,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第999次了，我还是得去看看。哇啊！这边有一个，这个家伙要怎么处理啊？嗯，没有什么提示，丢一下。对，趁现在他探过去的时候，我们往这里走。Oh no! They blocked off the farm. 农场被封住了，我们过不去啊。Any person or vehicle that wants to get through is to be stopped and searched. 路被封住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完了，我们被通缉了。尼古拉斯大人要审判我们，这应该不会转弯吧？我们就乖乖的往这边走。没问题的。哎，有老鼠洞哎，这意味着待会会有老鼠群冲出来，有没有可能？那边有一个卫兵，哪里一个啊？很多个，好不好？别这样子，洗头，这个我有点想要直接杀掉了。这有点危险。我觉得直接把他干掉好像比较好一点。等他一个回头，我们就拿石头 K 他的头。Nothing. I need to come out with that. 哎，不好意思啊，你什么东西发现？哎，赶快。回头啊，就是这个样子，非常好。蹲蹲蹲蹲蹲蹲，哇！哇，那个他居然没发现哎、欸！哎呀，我还以为会出事说，用这个啊，让他过去。前面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捡吧？打了头哦，没有啦，打了头会死人。嘿，他都不会觉得东西是从后面丢过来的吗？傻傻的这样子。Careful how you land. Yes. 快点！过了。Nothing. Nothing here. 哦，可以强化了。每一种弹药最多可以装十份。嗯哼，好啦，现有的都先做一下好了。等一下，我是不是被发现了？哦，他是看到尸体啊！啊，没事，那不关我的事。他自己跌倒的啊，我什么事都没做。哎，我不知道这谁干的。Lucia, what did I do? Why are they looking for me? You didn't do anything. It's they're the ones who did something. If they catch us, will they hurt us?They are not going to catch us, alright? 哇，这边怎么有点掉帧啊？稍微掉帧了一下，掉帧掉起来啊！往哪边走啊？这里。哇，笑什么东西？别乱跑，你会死啊 ！Hugo, Hugo, where are you? 别闹啦 ！Hugo, it's not funny. 又在累啦。Ooh, Hugo, did I scare you?不要调皮呀、
Do you want them to take you away? Don't ever do that again. 你想被杀吗？ All right. 高兴啊。有猪耶！ You should hide. It's dangerous. 躲这里。哇，有鸡？应该不会惊动到他们吧？捡。棒。嗯哼。从那边下去。他们在不远处，这要怎么过啊？哇，太小声了，这个只能制造大量噪音。What is it? What? What? 哎，要求要求。怎么这么突然呢、啊？哦，那边有一个箱子，表示想捡。可是这边有一个人，迟早会被发现的。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那个大的那个壶了，没有那个瓮可以打碎了。哦，这个可以哦。哦，我要死了。哦，没事，那吓死人了、哦。我先看一下这个在会行走的这个循环是怎么样哦。等他绕个一圈过来，一个循环 OK。哦，然后我再敲这个。不然的话。两只都过去也不是不行啊，只是怕出事啊。啊，丢！好了，要被发现了。What? What's that? I have to go and see. Oh my gosh!不太妙，我是有东西没捡到啊！哦，好险，好险，好险！ So there's nothing here. All right. 差点进去的古塔、啊，哎，又突然要回马枪，怎样？假动作是吧？我那个动作，我那个应该是没办法捡的吧？两个都过去。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是要两个这样都过去看才对啊。哎，不行，这个是一个过去而已。好吧，那个我就不捡了。我身上那个好像已经满了，所以没办法。好，再是这个地方。嗯哼，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杀掉算了，感觉很好杀。免费的石头。Yeah. Did you touch him? 跟谁讲话啊？ Boils all over, and everyone around you can get it and die too.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te. 杀起来啊！拜托，亚马逊女战士，哎，没看过。像这种没有穿头盔的直接杀了，比较省时又省力，在那边跟你躲来躲去，比较麻烦就是穿盔甲了。哇，天要黑了，我觉得他们要死定了。好笑，他应该没发现他死掉吧？应该是没有。躲这里。
没事儿，没事儿。哦，这边有这个，太棒了。应该是不需要去敲击那个东西。等到这个走过去，绕个一圈 ，safe， 这个应该 safe 了。Yeah， 还存档了呢。那推车里面有什么？挺好奇的。好，推车里面没有物资。哦，成功的过来了。No, they can't. I'll give you a hand. All right. 什么声音？所有人后退。What's happening? 瘟疫要冲过来了。哎，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跑的、啊？哦，可以。Hugo.哇，开始了。Not here. I feel funny. Come on, you'll be able to rest when we get to Laurentius's place. My head, it hurts. 他快要控制不住他内心的邪恶力量了。What would mommy do? Give me medicine. I can carry. 给他吃药。That's the best I can do. Come on, climb up. 哇，我要背他。哇，这个地方我就没办法跑了。要是待会遇敌，我就死定了。Mommy says I shouldn't leave the house, you know. I know. That must be why I feel a little funny. You're just tired. I miss her. At least you were allowed to see her. Hmm? Nothing. 至少你以前还可以见她。你这样讲有安慰跟没安慰一样啊。那反而更失落吧？这姐姐不会做人哦，没有，应该是说这姐姐不会安慰人哦。Will he shut me inside again, like mommy? He'll get us to safety. All right. 我们终于到了。It's true, it's dangerous out there. Yay! But sometimes it's fun too. You'll get better one day. Better one day. Those dead animals. What on earth happened here? 哎呀！病死猪，非洲猪瘟。You better get down, Hugo. 原来是非洲猪瘟的部分啊。It's getting in my shoes. My shoe. I don't believe it. 哎呀，哦，还有马哎，这些全部都是黑死病感染啊！哇！哇！靠北哦，也太突然了吧！我就这样去了。Holy shit！ 吓死谁啊？恐怖游戏。It's getting in my shoes. 这个有这个火。I don't believe it. 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么多只火了。靠北，地板上都会害死我啊 ！Calm down. It's all right. Calm down. Come on, let's go.我们要注意，不能踩到那个泥沼，不然会死掉啊！冲一波，冲一波！哎，走到这里，下一个路线，哇，有点远，那边也有点远，有两条路可以走，是不是？从这里，哇哇哇哇哇哇哇！没问题，没问题。哇，我要死了！Oh my god！ 谢大家，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呀！这些老鼠太扯啦 ！Oh my god！ 这些老鼠真的是有天生神力耶！到底是谁赋予他们这种神圣的力量？啊，不是说神圣力量，邪恶的力量！哇！我无处可走了、欸。嗯哼，我刚刚拿的是材料吧，对不对？哦，
这个。哟。Oh my god！ 有够恶烂的。They've been slaughtered by the Inquisition, probably. I'm going to be sick. 要吐啦！哦，满山满谷，尸体堆叠，终于有短暂的火源了，太棒了 ！Let's go. Yes.你看，有一个已经满啦，好烦哦！满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感觉好浪费哦。啊！死啊！我可以在这边点吗？可以耶。哦，我会，我会。Come on, here we go again. 闪，滚！该死的老鼠，滚一边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传承圣火，星火啊！成为星王，所以啦。为什么感觉这游戏玩到现在啊，整个游戏模式好像大同小异啊？啊，不断的延续圣火啊！完了！哎呦，还好我走另外一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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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点点点！哦哟，好险哦，差点没有点到啊，差点就死去了。哦，以后我们就这样生活吧，利用这个方式，好好的活下去。但他们永远不会靠近我了。为了控制这些老鼠。Push it， 要到了，冲啊！有这个就非常的安全欸，我突然觉得非常有安全感，超级。啊，为什么不直接推？ We made it。为什么不直接推啊？推到底啊！嘘 ，Hugo。But what if it's not the Rentiers？ Huh？ Did you think of that？ Sorry。小屁啊，又在犯雷了！你明明就可以把车推过来，这样就更安全了。为什么要放开呢 ？Is that the windmill? What's left of it? It's pretty. 等一下，我可以做这个装备嘞，也可以做这个细绳了。击中敌人头部可以立即杀死他们。这个可以再升一阶。躲避声音，走路更小声。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先学吧。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等一下学装备的部分好了。It's really dark. Maybe there's a monster in it. Monster. 看一下。哇，锁起来了。We have to get in somehow. 为什么要锁起来呢？有没有人 ？You're still alive.I'm sorry about your friends. 好天真哦！啊，你还活着，你的同伴都死光，这是公的，你看它有蛋，有没有？蛋超大颗的，可以拿来下蛋，还没有啦，可以拿来做下酒菜。你们猪搞完这么大，嗯哼，跟马一样，没有，马是屌很长，哦。啊，猪是蛋很大，好像懂了些什么。It's locked. 哦，有东西先捡就对了。Please, a flower. Hugo, this is not really the time, you know. Please. Flower. All right, go ahead. 要戴到我的头上。Granny's bonnet. It's as if she's hanging her head because. 这个算是收集道具的一个成就吗 ？Yes, it's not good to be alone. 好像每一关都会有类似的、欸。Let's go.
不过我实在是不了解收集这个是干嘛，搞不好是一个最后的隐藏结局。收集这个每一个章节的花朵之后，可以做成治疗我们小男孩的药，有没有这可能？啊，所以说这游戏的一般结局就是小男孩最后还是病死了，悲痛。然后呢，我们的女主角呢，忍着悲痛，失去了家人，什么都没有了，跳河自尽。Hugo, you go in there and open the door for me quickly, and be very careful. 老头说故事，有没有觉得很强？Good. 老头，你都在乱讲。哎，对，没错，我就在乱讲，怎样？It smells funny. It's alcohol. 好啦，现在做装备啦，这个我决定要先做。哦，谁啊？谁在啊哈哈？哎哈哈嘿哈哈嘿，啊哈哈，在那边，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看这里有什么可以搜刮的，收起来，收起来。二楼好像有东西。就这里。啾啾啾啾啾，我们小修来小修。哎、欸、，Who are you, Magister Laurentius? Stop right there. 直接跑到二楼。Hugo, 这是劳伦提斯。We lost everything.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哇，我们的医生好像貌似也感染黑死病了。They came for him. 你们家族的血液中藏着上古恶魔。你们的母亲和我试图减慢这个过程。上古恶魔，这是人家乱讲的吧？我觉得中古世纪的一堆迷信呢。怎样？你以为你是台湾的日月神教是不是？大灾难后，这个过程加快了，你必须保护它。干嘛那么生气啊？老鼠来了。阴影古堡。卢卡斯，这应该是他儿子吧？做点火器。I will prove myself. I'm sorry about your parents, but you're not alone anymore. We have to move fast. You can help me make. 你现在不是孤身一人了。你有我，有你有什么屁用 ？Come, Hugo. I don't want you to stay here. 会不会雨果现在非常的自责？会有这些事情都是他害的，小小年纪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会不会？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我们要去实验室哎、欸！噔噔噔噔噔噔噔，跳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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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理我。突然想要雀跃欢腾一下，来了！我可以把他推下去吗？然后全中距。全中句。这些图案代表了什么？硫酸，一种哲理，炼金术。哇，有点可惜，刚刚下面都没有探索过，就是还没有完整探索完就直接上来了。那个房间里面没探索。Oh, the hams, good idea. Ah, but they're frightened of the light, the lantern. It's all right. 丢。哇，他们不想吃是不是？全部都给你了，你还这样子？哦，把这个打掉了。哇，蜂拥而上，恶心。That's it, Hugo. Give me your hand. No. No. But stay close to me. 他还在生气气。哦，他跑到这边来了。这边。Oh no.
They've come back. 他们来了。They're everywhere. We have to reach the back of the barn. We can't leave. 到谷仓后面。How are we going to do it?绝对不能翻啊！翻过去绝对死啊！有没有什么需要用的？需要用我们石头绳索来做攻击的？好像没有哎、欸。我们直接绕到后方。We need meat, dead or alive. 我们需要肉，给我肉。他干嘛？他是要急着去送死，是不是？这边也一大堆。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等一下，我们该不会要把这个……哎哎哎！啥鬼呀、啊？我们需要肉啊，就那只猪啊。We can use this. I see. 这什么东西？我靠，把猪引过去。You could say that. 可怜的猪。Yes, dinner time, piggy. Yum yum. 可爱的猪猪来这边，好吃哦。这是你最后的晚餐，快吃快吃。哎，那猪啊，猪要怎么过去啊？重点。That's it. Make sure you're too quickly.We have to make sure it stays. I'll close the door. 我来关门。啊，不是啊，这些老鼠要怎么过去啊 ？There's a ladder down the side. Come on, let's go. 旁边有一个梯子。Hugo, listen. You can sulk if you like, but stay close. 生七七，念一下也不行。Come on, get up there. 视光，哎、欸，我们到后面了。Look away, please. Why? 不要看，非常的残忍。我想一下啊、哦。这边的话要我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东西打掉啊？哎、欸，别挡我啊！没有任何的提示。哦。No, Amicia, what are you doing? 我们不得已啊。I'm sorry. 哎。我现在才发现我旁边那个东西没捡啊！天哪、啊，忘记捡那边的东西了，好难过、哦。因为刚刚我死掉。希望我待会有机会可以再捡。感觉没机会了。A pig. A pig. 失去的就是失去的。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doctor's lab. My master is also and above all a great alchemist. Your name is Amicia, right? 那是他师傅，不是他儿，他爸。酒精跟硫磺。There must be some around here. Tell me when you found them. All right. Alcohol and sulfur. 我要做炼金术。Sulfur. That's everything. Levitare.Extractum sic. What are you doing? A latimical blend. I'm dissolving the reagents. Oh. Oh, it's just alchemy. Lucas, why am I not ill like Laurentius? He was bitten by a rat. You weren't. And is he going to die? I'll do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doesn't happen. 被老鼠咬就会被感染致死啊！还在那边。Here you go, Lucas. 他在配药。Right. Now you have to mix them.Do it slowly. It's not dangerous. All right. 学会了点火器，需要材料了。So 一次可以做两个，哇！ Oh, no, no, 太扯了。
快点！哦，差一点！哦，点火器救了我们。Did I really just do alchemy? Yes, your mixture is perfect,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得到母亲的真母亲的真传。Audrey had to create other. 拜托，我是谁 ？It will be really useful. I'd love to. Thank you. I finished my mixes. 完成调配了，回去找劳伦提斯。好了，我们可以走了，离开这里。拿到了配方了。Rats, get back! The ignifer, throw it on the embers. Please don't open my face. 我？哦，没事。Climb up. 想说他们会直接冲过来，还好。Go go go!啊！可是这样没有了，我们必须要赶快再做哎，做个四个好了。走开，走开！这个交给我啊！你走开，你不要挡住我。Come on, this way. Yes, of course. Come on.Leave me alone, Hugo. 还在生气。About earlier, I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m. What? No, Amicia, run! The house is going dark. No, no, Lucas, wait! It's selling down. What? Look out! What? 我们他师傅要挂了。哇，我就这样跟师傅道别了。Lucas, run! We need that horse. 跟着点火处。Lucas, 那点火器可以再次点燃。Where does this trail lead to? Lucas, where's this taking us? 冲啊！我还以为劳伦提斯的戏份很重哎，就没想到只是一个路人啊。我真的以为他的戏份会很重，你知道吗？就万万没想到，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快速领便当。哦，看得懂了啦，说了过去。变成火风扇嘛，是不是？快神准！哎、欸，干什么干什么？趁现在！耶哦！好，过来了 ！Oh my god！ 冲啊！为了部落，哎、欸，不是，我为了活下去！呀，上车！上船啊！还好这些老鼠也怕水啊，不然的话死去啊！那老鼠进化到跑到掉到水里面，会直接变第二阶段啊，水栖模式，然后说冲超快了，有没有？那就超级扯啊！第五乌鸦的战争，嗯哼。啊，他们都累了。嘘 ，Lucas。Yes。What does he have？ 他鞋里有什么 ？There's an old story。古老的故事。It tells of the prima macula。
大马库拉。炼金术士说他是原生罪恶，但后来发生了大灾变了，马库拉苏醒了，就在雨果的血里。What will it do to him? The Macula cares for neither good nor evil. 不在乎善恶。The change things, the world. You know, your mother and Laurentius were trying to help your brother, but they failed. No, I think they just ran out of time. This is it. 这种鬼神的东西，真的假的？如果他真的是讲求写实的话，我觉得是参鬼神的话就有点荒唐的、啊、如果像是战神那一种充满神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什么声音、啊、只是青蛙而已，一睡醒又在嗨，不知道嗨什么。哇，那青蛙全部跳下去。好啦，先不要管青蛙了好不好，我们今天要结束这一集了，好不好？好吧，那很遗憾的，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喜欢呢，记得按下你的喜欢，以及按下你的订阅，以及在下方留言，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亲朋好友观看。我们下一集再见面啦，拜拜。